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《碧桂園第二日志在必得》。喺跟住落嚟呢個鐘啦，我將會送好多獎金同埋獎品啊，俾各位參賽者嘅。而家庭觀眾，你哋亦都有一個遊戲玩嘅，就係 SMS 出世代發嘅遊戲啦。只要你哋揸住手機收睇我哋節目，就知道點樣玩法噶啦。啊，頭先啊，我收到啦，周潤發發仔 send 俾我短信啊嘛，佢話多啲關心身邊嘅老人家，所以我特別關心你。哈，發仔，我而家好老咩？不過咧，我覺得發仔講得亦都啱噶噃。正所謂啦，就係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啦。多啲關心身邊老人家係啱嘅，因為啲老人家咧喺年青嗰陣時啦，曾經為香港啦出過嚟貢獻過，所以咧而家佢哋年紀大咧，我哋應該多啲陪下佢哋，去行下街啊，食下飯啊，睇下電視啊。不過咁，如果睇電視啦，最緊要記得要收睇我肥肥主持嘅《志在必得》。好啦，而家介紹今晚我哋六位參賽者。彼得，今晚我上到嚟，你话点会唔得啊？大家好，我系陈敏芝，我今晚志在必得。大家好，我系康华，我今晚哗哗声咁得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傅楚慧，希望今晚可以攞多啲奖金，做多啲善事。大家好，我系曾国铭，希望今晚嘅表现咧会冇得顶。Hello， 我系杨英伟，今日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、希望唔好咁早俾人封。欢迎六位参赛者啊！咁咧，我知道咧，你哋非常之有愛心，你哋咧就會將你哋咧今晚贏到嘅一半嘅獎金啦，就捐俾咧醫院管理局嘅慈善基金。咁我代表佢哋啦，多謝你哋。咁未玩遊戲之前咧，不如咁啦，每人送你哋一份見面禮，好唔好？聽聽係咩嘢先？六位參賽者首先可以獲得下列嘅獎品，總值5696元。哇，開唔開心啊？好啦，咁即刻開始我哋第一個回合嘅遊戲。咁啊，呢個回合遊戲咧非常之簡單，我哋有五大類型嘅題目俾你哋揀嘅。分別咧就係中外歷史啦、文學藝術啦、生活常識、社會時事同埋自然科學嘅，每人咧就有1000分嘅底分，答中一題咧就有100分，答錯就唔扣分。每條題目咧就有10秒鐘時間俾你答嘅，如果錯咗咧可以繼續撞到啱為止。咁明唔明白啦？明白。嗱，咁啊，黎彼得，你抽咗第一號啦，你開始先啦。邊一類型嘅題目啊？你揀。生活常識咯。開始。醫學上嘅恐水症。俗稱乜嘢症？開始 ，pass。咁快就話 pass， 冇理由啊喎。瘋狗症啊，奪得2002年英國屋宇設備工程師學會主席大獎，係香港邊一間大學嘅學生咧？開始，城市大學。中。邊一種酒？有中國國酒嘅稱號，開始。茅台。中。哇，快啊！藝人蘇志威嘅太太係邊一位？開始。咩小維？你要咩？劉小維。啊中。啊，你唔可以話乜嘢小維啊！我唔講得你啱啊！你係劉小維，我就話你中噶啦。我唔知佢邊個老婆啊！你唔好亂咁講啊！盞搞到人哋兩公婆翻去嗌交啊！好啦，咁啊。中咗3題噶嚇，好啦，咁而家咧就到阿陳敏芝啦，你揀邊一類題目咧？我揀生活常識。開始。日常食用嘅黃糖係由邊一種植物提煉出嚟嘅？開始。Pass。係甘蔗提煉出嚟嘅，係唔係？好緊張。係啦 ，sugar cane 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好。希望你第二題中啦嚇。冬瓜原產於中國同邊個國家？開始。日本。錯。撞啦。中國唔知啦。答案就係印度。加拿大面積最大嘅省份係邊個省？開始。温哥華錯 ，BC 省係錯，唔知 Quebec 即係魁北克省。美國漫畫人物超人變身前嘅職業係乜嘢？開始喺車房度做嘢嘅，錯整
茶。小販。茶。係記者。哦，係記者。嗱，你用咗35秒時間，但係冇一題中嘅。好啦，康華到你啦。我揀生活常識啊。開始。本台藝員阮德昌，佢父親係邊一位名伶？開始。阮德輝。錯。阮兆輝。中。阮兆輝啊，好。第二題，廣東人所謂生蘿蔔，即係指生乜嘢瘡咧？開始。生凍嗰啲瘡。生凍瘡。中。生凍瘡咯，唔使話生凍嗰啲瘡咯。好啦，第三題，孫悟空使用嘅如意棒又叫做乜嘢神針咧？開始。金剛神針。錯。海定神針。錯。定海神針。中。中。定海神針唔係海定神針啊！朱古力是用什麼樹的果實製成的？開始。可可豆。錯。可可豆。錯。什麼樹啊？可可樹。中。是用可可樹的果實製成的。好了，那康華用了28秒的時間就中了4題的。好啦，咁而家到傅楚慧啦，揀邊一類型？我想揀生活常識，唔該肥姐。開始。能劇係亞洲邊個國家嘅傳統表演？開始。日本。中。現時香港紅十字會有幾多個固定嘅捐血站？開始。12。錯。25。錯。4。錯。Pass。6個。明珠台劇集ER中文名是什麼？開始。人心人術。我講了開始。人心人術。中。搖滾樂起源於哪個國家？開始。美國。中。啊，答得非常之快啊。謝謝。我們現在看看這4位參賽者的總分先。好了，我們看到黎比德中了3題就是1300分。陳敏芝就沒有中到的，仍然有1000分的。康華就中了4題有1400分，傅楚慧就中了3題有1300分。咁咧，而家咧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啊，一陣間我就睇下另外兩位男士啦，啊會唔會叻過其他4位？好，一陣見。